虎先锋败了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锋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要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。 天尽头的百姓为抵御太阳西沉入海的海狈之声而发明，海水沸腾，声音之大可以震杀城中小儿。擂鼓之法解了此难，却又引来了妖怪。他有法宝护身，我无可奈何。你既有胆来，恳请助我一臂之力。 那怪就在下方沙海之中，请务必助我降服此妖，救此地百姓。瞧那沙尘，他要来了！
满城百姓感谢不尽。
小猴子，我在这里。拨浪鼓，摇一摇。爹爹说，风沙散了，病就能好。哎，一看你就是外乡人，别皱着眉头，这里可好玩了。有躲在石头里的老爷爷，有在村子里偷酒喝的猪，还有在井底的……不告诉你，嘿嘿。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深。当年泾河龙王违抗天命，玉帝震怒，欲行连坐之罪，吓得那四毒龙神躲藏了起来。神仙，神仙又有何意？只要染了因果，不过都是盘中餐，池中物。江河怀起，四毒龙神生死已定，你我皆然。当年泾河龙王违抗天下的那四神仙，只要染了江河怀起，
贪想没了。咦，好厉害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这个地方只有我和爹爹知道，嘿嘿。偷偷告诉你，有个帮我治病的好朋友，就住在下面。唉，好久没来，也不知他自个儿的伤养好了没有。你也一起下来玩呀。敢顶虎贤峰名号，接着做那黄风怪的手下，兄弟又如何？老子早晚要报这个仇。那小孩的爹逃了，正愁没人送吃的来。